今天继续洗哦，洗这个果盘，洗菜，该切的切，该洗的洗。牛肉，先洗好，不然明天我们几个搞不赢哦。能提前切的就切好。这个是之前自己的牛肉，留了这些。现在来把这个客厅收拾一下。先来撒点这个八四消毒液啊，消消毒。把这个桶里面也喷一点，把这上面都擦一擦，消消毒。又开始做鸭子，然后里面有个奖。煮好这个鸡和鸭，还有猪肚，明天就不用这么手忙脚乱了。黑仔又走了是吧？天天守在那里，守在那里，还没断奶是不是啊？舍了都舍不得回来，天天还没喂那个。你这多大了？你还不断奶？有瘾。收汁。早上起来没干净。今天中午就简单的吃两个菜。两个菜。应该是真的好强啊！看多了。
都切好了，明天直接做就可以。鸡、鸭，这一天就过去了，结束了。黄爷又抱着罐子在喝。